久不见，将这句话在心里反反复复，叨叨念念，千遍万遍，可你最终还是没能听见，我还是没有机会说出口。真的好久没见了，久到我忘记了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何时何地，久到我忘记了最后一次见面是你的样子，久到我真的忘记了许多东西，许多关于你的东西，而这些都是我曾经小心翼翼呵护，许下承诺永不忘记的东西。我不是你的青梅，你也不是我的竹马，而你却成了我这辈子永不敢忘的人。我害怕忘记你，却不知道为什么要害怕。或许我只是单纯的觉得忘记你是一件多么恐怖的事情，恐怖到我无法想象。天知道我有多想你，骑着车子路过公园，看见一个身影像极了记忆中的你，我突然开始掉眼泪。走在街上看见那个熟悉的身影，我会咧着嘴追过去，可每次看到的人总也不是你，你不知道我有多沮丧，是深不见底的失望。可是我每次都会抹着湿湿的眼睛说，万一下次是真的碰见了呢，很可笑对不对？可是我真的用这样的理由心安理得的做了那么多很蠢的事。我刻意的路过那个公园，不断的向你张望，每次只要看见那个熟悉的身影，我便会感到莫大的满足。尽管我知道那不是你，我还是会带着微笑离去。每次在街上碰见那些你，我都会蓄谋已久一般的跟在那个人的后面，着魔一样的忘记自己的方向。可我费尽心机却只是为了证明那个人不是你啊。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当我在对你念念不忘的时候，你又在做些什么？也许你正静静地站在你家的阳台上望着远方，手里一定叼着烟，想着许多我知道或我不知道的事。也许你正在电脑前玩着游戏聊着天，跟一些我认识或不认识的人。很多的时候我想你应该在跟一群人在一起疯狂地玩着什么，哪怕你跟他们中的一些人还只是头一次见面，但亲昵的动作和称呼可以在瞬间拉近你们的距离。我想我们认识了这么久，经历了这么多，却还是渐行渐远。我知道我所有的回忆都与你有关，也都与你无关。可能你早已忘记了我是谁，而我却用回忆把自己捆绑了这么久。思念真的好难熬，想忘记却更难。我曾经想过放弃，但还是心有不甘，所以就这样吧。既然忘记好难，就一直记得你吧。也许有一天，当我真的长大，变得成熟，有资格站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会告诉你我有多想你，不曾忘记。
you're gonna catch a cold from the ice inside your soul. So don't come back for me. Who do you think you are? And it took so long just to feel alright. Remember how to put back the light in my eyes. I wish I had missed the first time that we kissed. 'Cause you broke all your promises, and now you're back. You don't get to get me back. And who do you think you are? Running around leaving scars, collecting your jar of hearts and tearing love apart. You're gonna catch a cold from the ice inside. Hi, 大家好，我是程一。再来说一下诚意电台珍藏版 CD。 如果声音会老去，如果说你想要购买或者了解这张如果声音会老去，这张 CD 也是全新的原创，在任何平台都是听不到的，只有在这里可以听到不一样的诚意。所以说想要购买的话，你可以在淘宝直接搜索店铺，在淘宝直接在店铺搜索诚意电台，或者直接在淘宝搜索诚意电台就可以购买。当然你也可以在新浪微博关注 DJ 诚意，相信你已经知道我的名字，在置顶微博进行购买。最后希望这张 CD 你能够把它送给你最爱的人。如果声音会老去，如果容颜会老去。晚安各位听众，晚安好梦。